黑暗 X 女王角色介绍。朋友们，我是黑暗家族的最高领袖，黑暗 X 女王。我的愿望是让全世界都充满黑暗气息，创造属于我们的世界。我只要一想到这个，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很愉悦。不过，就算我再厉害，也有让我头疼的事情，那就是魔法世界的小灵。上次是我大意了，被小灵阻止了我的计划，连魔法力量都被削弱了。但是我不会就这么轻易认输的。小灵，你们休想轻而易举地找到旋律精灵，因为我的邪恶怪兽们在迎接你们。任何让我黑暗 X 女王感到不开心的人，都会让你们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你们都给我小心点，特别是你，坤坤。那么这一次，我的计划能否成功呢？敬请期待《小灵魔法世界》第三季吧。《小灵魔法世界三》，传说中的旋律精灵。